别走太快，离我近点。放尊重点，别得寸进尺了。我比你更了解这片黑暗，像你这种无知无畏的家伙，迟早会出事。别等怪物从黑暗里钻出来把你拖走了，再哇哇乱哭求我救你。他是神明恶意的巨线，是实体化的恐惧，没有固定的形体。不过非要描述的话，他浑身漆黑，满是粘稠的液体，就像只被剥了皮的野兽。痛苦和恐惧令他疯狂，他不会死，或者说本就已经死了，所以他的叫声就像有人在哭一样。他的眼睛是红的，血红色，只要看到一次就绝对不会忘记。来了。